年70岁嘅袁华近年明显减产，去年佢喺漫威首套华裔超级英雄片中嘅演出令人眼前一亮，但其后佢就未有再接拍电影，一直留喺加拿大陪伴家人，龙孙为乐。早前有网民喺温哥华偶遇袁华，并喺社交平台晒出合照，相中所见袁华打扮斯文，虽须发皆白，但仍脸色红润，精神状态相当唔错。该网民仲透露袁华好平易近人，有一种香港老一辈艺人嘅街坊气。